突然把我约出来吃饭，该不会就为了让我看你这只鸡的技术吧？我也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。那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既然约我出来，应该就是有话想跟我说吧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能跟你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。 已经是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唉，十年了，真是想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天。十年，应该是从我到美国念书那年开始算起的吧。那当然了，我的人生也是从那年死掉以后，才又从头开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起过去的事情。 有些事应该谈一谈，而且应该说抱歉的，恐怕是我。不，你没有错，你有权利选择你的幸福。嘉欣，我当时我也不是世界上绝对的最好的男人。当然了，感情的事情嘛，那也是不能勉强。嘉欣，你让我相信你一定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分析之后，你才决定下来。 真的，我心里是一直很祝福。我从来就没有拿你跟谁比过，如果真的要比，他是绝对比不上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嫁给他，是因为我胆小。 不敢一个人住宿舍，我怕黑，不敢半夜一个人从图书馆回来。我依赖，我懦弱，我不知道怎么上银行，怎么样应付考试，怎么样面对陌生的环境。我甚至不知道我出国到底是为了什么。 而我人已经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、和我长相不同、语言不通的人。突然，他走过来，用国语问我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就这样，我跟他结婚了。为什么你不再多忍耐两年，再多等两年？两年。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，两个月比两年还长。更何况，你要我等什么呢？等，当然是等我呀！我早就计划好了，我一当完兵，我就出国去。我要去和你结婚的。为什么我从来就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呢？为什么你会不知道呢？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你要跟我结婚。难道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？感情就一定能跟未来之间画上一个等号吗？更何况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你的感情只是一些泰戈尔的话，一些鼓励我上进的话。 偶尔看场电影啊，逛逛书店，你连我的手都没有牵过，我怎么会去想有一天我们可能结婚呢？唉，要不是婚后收到你的来信，知道你的感受，嘉欣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会以为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妹妹。 真不懂，你是在等什么嘛？等我儿子啊！啊，儿子不是你要他带人家出去吃晚饭了吗？那是晚饭，晚饭呢。现在几点了？都晚上11点半了，都要出宵夜了。啊，都11点半了，哼，你还早了。你看，你还怪我急，哼。哎呦，明天的话要拿去交个人家的连载的稿子，还没写完呢，得加把劲。哎呦，原来你是急这个哦。
你到底是不是儿子的爸爸？哎呀，阿妹，哪里？儿子晚回来一点有什么关系吗？他那么大了，今年都35了。哎，再说他跟那个于小姐也十年不见了，要说的话当然很多嘛，晚回来一点不是很正常的？很客观的说，我担心你离婚的决定恐怕是冲动了一点。夫妻间的事有很多实在难为外人了解，当然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，可是我也过了30来加薪，我害怕就一辈子就在忍耐中等下去。也许我的看法比较保守，我总觉得家嘛，要成一个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你们已经有个孩子了。小小，我爱死他了。等我把这边的生活安定下来，我马上去美国接他。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像你。不要谈我了，我要知道一些你的事情，譬如说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没有打算。为什么？没有对象嘛，怎么打算呢？别用这种理由来逃避问题，你大概是觉得现在这样一个人过日子也蛮舒服的。也对。不对，离过婚的人对你说句真心话，人还是要有家。像我现在失去了自己的家，又没有脸回南部见娘家的人，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台北找生路，这种感觉和十年前并没有两样，甚至更糟。好晚了，都12点多了，不晓得你爸妈他们睡了没？啊，你放心吧，姓牛的人睡觉连打雷都吵不醒。不过我还是轻轻的进去好了。谢谢你的晚餐。谢谢老天爷了，没有他的安排，也没有这顿饭。再见。再见。海林。嗯。拜拜。你怎么这是在电影里还是梦里？哎呀，好痛啊！12点半了，找我。你怎么睡在我的房间里呢？你的房间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睡着了。没关系，我回去睡了。好，晚安。彩玲姐。你刚刚才回来啊？是啊。跟牛大哥啊。有什么事吗？美好，你怎么了？彩玲姐，你不要过来，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情。你问啊。如果你心里爱上一个人，都已经准备好要嫁给他了，可是他又喜欢上别人，怎么办？你好，我不太清楚你问题的重点在哪里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那个人知不知道你爱他呢？那就应该让他知道你对他的感情啊。感情是不能放在心里的，要说出来，不要让对方去猜。
否则一旦猜错了，就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。要说出来，不要让对方去猜啊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彩萍姐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梅老，很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留下来吃你烧的晚饭。我知道你每天替大家义务烧晚饭，挺辛苦的。没关系，爱表见雅。你放心，牛家的人睡觉连打雷都吵不醒的。可是我还是轻轻的进去啊。谢谢你请我吃饭。哦，谢谢老天吧，要不是他的安排，恐怕还没这一顿。哎，你们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过分了吧，怎么敢拖延人讲话了。我真不知道这是在电影里还是在梦里。哎呀，人家不是这样咬的，咬的那怎么咬的怎么样？看看是这样咬的。妈问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哎，你脚怎么了？脚没什么，大概昨天晚上走路走多了。来，早点。哇，香菜。哎，还有 bacon 啊。哦，怎么今天是你做早点呢？一没好呢。里面人规定做饭一定要他，是不是啊？偶尔要让我露一手啊。这要露一手简直是露两手了嘛。很厉害。哪儿学的？以前在香港打工的时候学的。啊，打零工就能学那么多啊？谁说是打零工啊？我可是从小半工半读念书长大的哦。我跑过堂，去过餐厅推过车，大一点的时候呢，我就到西餐厅去从端盘子干起。所以呢，这个只是雕虫小技，我最拿手是调酒。在香港我可是有酒牌的哦。哎呦，听听看呐，你们三个跟依依比起来呀，你们真是温室里的花朵，你们太差劲了。妈，不是我说嘛，要你们倒一杯水都对不准了，都倒到杯子外面了，真的太差了。有那么严重啊？哎，你少废话啊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他们这几个啊，都是得知你的遗传啊，天生要人伺候的命。不过呢，也没有关系啦，结了婚啦，娶了老婆，有老婆伺候就好啦。哎呀，但是就不行了哦，天天待在家里面啦，就晓得折我的寿，哼，真是命败。听你这么说啊，我倒很羡慕他们，能够在父母亲身边多赖一赖，真是福气。有睡醒啊，吃饭有什么不对？吃早饭啦、啊。牛大哥，我请你去吃饭，你去不去？这个早餐不是就在桌上吗？你到底去不去嘛？不是我去不。我不
去不去？我去就走了啦！我没有汉子了，没有，啊，走啦！没有，你不要拉我，别跑！放开！这是几次饭了，简直就是绑票了！哎，去看看。哎，对哦，营救人质。哎呀，去看看就近的。我知道美好的心情，我真喜欢。哎，妈妈，我们走了。乔太守，这道三角习题怎么解？你不用在那里给我隔岸观火看热闹了。我老实告诉你啊，我的三个儿子要是结婚的话，我只让你上台当司仪，不然就放唱片主婚人呐、啊，我另外请人呐、啊。干什么呀？非拉着我去找他，而且要走这么远。我走了好多，我背你，来来来，这是干什么？街上这么多人，我走啊。刘大哥，其实我一点都不饿，根本就不想吃早餐。那好啊，那我们回去吧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我应该让你知道，不要让你猜。你这什么话？你说呀。我，难道林阿公没有告诉你吗？外公告诉我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过你不要让我猜的啊。难道外公没有告诉你，我来台北是要跟你结婚的吗？跟我结婚？对呀，而且他也对我阿嬷保证过了，所以我对你比较好。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，牛大哥？哇！牛大哥，牛大哥，为什么我把心里的话告诉他，他听了就跑掉了呢？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，他才不喜欢我？那要怎么样才好看嘛？是谁？是我啊，美好。美好啊，刘妈，我不要活了啦，刘妈，刘大哥不喜欢我，我也不要活了，我也不要我自己。好，美好，好，刘妈，慢慢说啊，不要用打的啊。你坐。美好啊。做人呐、啊，不要老是钻牛角尖，这个感情的事情呢是不能勉强的。我是知道你很喜欢你牛大哥，可是偏偏不巧呢，牛大哥已经先喜欢别人了，这个啊就叫做不巧。可是不巧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天下的男人呐、啊、又不是死光了，对不对？就算外面的男人通通死光了，啊，我们家还有两个，你可以随便选呐、啊。你看牛二哥怎么样？牛二哥不错的呀，长得又帅，人又多情，哎呦，比牛大哥好多了。牛大哥跟个木头一样，牛二哥不错的。他是医生吗？他不是，他是在这个广告公司当经理，很棒的。医生，我不要啦！我的同学、我的邻居，他们都知道我来这边是要嫁给医生，要当医师娘的、啊。我不管啊！我不要、啊！
错了，可是不是卖牛肉啊，牛腩不好换牛腱，牛腱不好换牛筋，再不好的话就是牛肚子牛尾巴都可以。你这么搞法会把自己的儿子的幸福都给误了。哎，你是大媒人还是我是大媒人啊？你要搞清楚啊，你出的饭还没有我做的没多啊。哦，这个做媒是有招牌的啊，你有看的吗？哦，最远的啊还从澎湖到巴西啊。哎呀，知道知道，谁都知道你的丰功伟绩，可是你要晓得你只负责出货，你有负责售后服务吗？哦，人家有结婚要找你，可是要离婚呢，人家就去找律师了。特地跑来找你，就是要问你，今天早上美好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真是搞不过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对我？哎呀，要命，真是要命啊！这恐怕就要怪林阿祖，他在美好的心目中种下了希望。美好是这么幼稚，感情也不成立，可是他是这么认真，他弄得疫情跟珍妮一样，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叫我跟他玩真的？哎，真是天晓得，阿公怎么会把我跟那个女煞星弄在一块呢？哎，他很在意你跟于彩玲的事。他在意？他凭什么在意？我跟彩玲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可是美好在意这件事情啊。问题是美好很单纯，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她认定要嫁给你，怎么办呢？我还能怎么办啊？躲吗？想办法躲开她。你要躲到哪里去呢？美好住在家里，大家天天都要见面，你想怎么躲呢？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他又来了，这是前有狼后有虎啊！我刘家兴，这不是桃花劫是什么？哎，你到哪去？我先走，待会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我，你说没有看到我啊？哦，刘医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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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了。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妇产科牛医师啊？有啊。啊，人呢？在哪里啊？他刚刚从店下去了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牛医师，牛医师。哎，你看看他刚刚叫的，牛师，牛师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卖牛舌饼呢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姨。没关系，不过呢，要交换一个条件。没问题啊，你说。即使你要拒绝美好，也不要太伤他的心，因为毕竟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。开始！快点！哎，这小沈，你给我看到一下啊！你怎么让他那玩呢？你导演，快拍呀，快拍呀！待会天就要变了。哎，我知道啊！哎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大哥。我花钱叫你到这边抽烟看戏的，你啊啊，不会过去帮忙啊你，猪啊！到这来，姨。我常到这来啊，看你什么水性大吼大叫的，弄得一身都是。哎呀，别提了，
为了拍一个广告，好不容易借了这家幼稚园来，哎，没想到这些小孩那么难搞，拍了一上午了，一个镜头也没拍到。小孩那么小，他们能做什么呢？我要他做什么了？我只让他好好的站在那边，看在前面，不要动，不要乱跑就好了嘛。哎，快点，看到一下，爸爸，快来，姚姐姐要讲故事了，快来，都过来。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讲个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。诺亚呢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哦，他知道要放一个很大的洪水，他要做一个很大的船。这个船里面，他要放很多的动物，还要放很多的食物。他每一种动物啊，都找了两只。他这些动物都很乖哦，我想一个一个就看上方舟走那个楼梯。导演，就这样。对，哎，谢谢。对。还有什么？对，然后还有在心里面的，像鱼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要钱要命，还是要兄弟啊？钱也要，命也要，兄弟嘛，免了吧。哎，哎，二哥，你还真没良心啊！良心不是摆在嘴巴上的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哼，我要你失业救济金啊！怎么，工作丢了？哼，还不怪你啊？怪我？哦，我害你丢的工作了，哼，那还用说啊？哎，二哥，我问你啊，那天你介绍到我们服装公司，哎，那个妖女她到底是谁啊？妖女啊？哦，你说安琪啊？对了，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哎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从来没看她发那么大脾气，又摔杯子又砸桌子的，闹了一下午，连我好心好意的想出钱给他买衣服当生日礼物都遭了无妄之灾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二哥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你先别管他是什么人，我只想知道什么人能够让他发那么大脾气。那还用问呢？当然是鄙人在下小生我了。你？哎，你敢惹他？哎，啊，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我弟弟啊？哎呀，我管他是谁呀，我看了他就不顺眼。哎，哎，二哥，你好像很怕他。怕他？我当然怕他。我怕他，怕的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跟人家低过头。我一见了他，我就想跟他磕头。哎，你看看你那个没出息样子，那个……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安琪他爸爸是个大营造商，每年光是广告预算就有2000万在我手上，我呢我就捏在他手上，你懂了吧？我被套牢了。你们经理在不在啊？他不在哦。哎，那我进去找他了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说我不在。哎，是你？哎，小姐，幸会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我是。我是来找工作的。哦，服装店的小裁缝是也想到广告公司来混饭吃啊？哼，他居然敢说我是小裁缝，真气死我了。是啊，小姐，哎，您多提拔提拔。哦，要我提拔啊？是是是。怎么，
今天讲话的口气跟那天完全不同了，这么客气，这么谦卑，像个奴才一样。哎，人呐、啊、都是一样的，脸可以不要，饭不能不吃啊。是啊，我们平凡的人怎么能跟小姐您比呢？小姐饭可以不吃，面子不能不要啊。那当然了，小姐我啊就是面子第一。是啊是啊是 啊， 是啊，一个人有面子就够了，这里子有没有就不重要了。哎，俗话说金玉其外是败絮其内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小姐您不懂古文啊。哎，没关系，我解释给您听。像小姐您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妖里妖气，这就叫金玉其外。不过像小姐您这样一脑袋的浆糊一肚子的草包呢，这就叫败絮其内了，这两相加减，可惜喽。可惜什么？小姐，我是说呢，可惜你啊花了大把的钞票去整形美容整修门面，可惜啊你只能在家里啊照照镜子啊。这可应了一句啊，猪八戒照镜子，这里外不是人呐、啊、哎，小姐你说我用了这句话用的啊好不好啊？牛佳伟，安琪，完了，通通完了。哎，二哥，这可不能怪我，是你自己跑出来的哦。可是很过瘾，真的很过瘾。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到医院要碰到个壮阴，在家里还要面对个美好。是啊，晚上睡觉还得想着彩铃呢。哎，你不要胡扯啊你！好好享受吧。说真的，大哥，我看你大概这一辈子从来没那么抢手过。走桃花运了，桃花运，我开始桃花劫了。你那叫什么桃花劫？我那才真的叫桃花劫呢。不信你问家秀。嗯。哎呀，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那种女孩子有什么好怕的？别说是怕了，光是冲了一年两千万的生意，我就得把她像一尊菩萨一样好好的供着。嗯，你们公司也会搞裙带关系啊？什么裙带关系？你讲话好听点好不好？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年头啊，有本事的人很多，可是有机会的很少。我呢，不过是掌握了机会，然后替公司人开条生路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佳秀，嗯，我真来服你，你小子够厉害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谁敢跟安琪这样讲话的。哎，不是我在说大话，什么样女孩到我面前都一样，要打发他们呐、啊。对我来说，嗨，跟吹口气儿一样。哎，这点我相信哦。嘉秀，嗯，那你就帮我个忙，你就帮我吹一口气，哎，不，吹两口气。干嘛？完了，一定是他来了。我刚刚就听说他要上来，我要躲谁？哎，干嘛？你躲谁呀、啊、你？还有谁呀、啊？当然是美好嘛。哎，拜托你吹口气，就说我不在啊。我。啊，是彩铃啊，欢迎欢迎啊！啊，设计的好有风格，嗯，我喜欢。哎，谢谢，是我设计的，我策划的啊。哎，我是主谋，哎、我是帮凶。哎，你们两个真幽默。哎，嘉欣他在吗？啊，他不在。哎，对，他出去了啊、哎。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上来托他一件事。我在。哎，嗯，大哥。明明是你叫我们讲你不在的，你现在跑出来，那我跟二哥不是了，
刚才是因，那，现在是，那后来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只是想。彩玲，这样子，有什么话我们到外面去说好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说话不方便，我们两个可以回避呀。是啊。是啊，你们四个小耳朵接了人造卫星，我怕你们行了吧？嗯，拿着，烟抽那么多，补充点糖分。走，我们走。马上回来。大哥，我看咱们啊，就快有50万的赎身费了。嗯。我为这件事烦恼了好久，我总得想办法。让家里收到我从美国寄来的信，他们才不会疑心呢。我倒觉得，为什么不让你家人知道你离婚的事情呢？离婚并不丢人，为什么要让你自己来承担这么重的心理压力呢？你不了解了，我父母都是很爱面子的人，他们一直觉得有个女儿在国外是件很风光的事。现在我突然离婚，又回到台湾来，他们一定很难接受这件事。那如果照你这么想，你只有把信寄回给那边的朋友，请他们再把信寄过来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哎，我就是这样子，经常一遇到事就慌了，没了主意。哎，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了。就拿我吧，我是个性木讷，我什么事了我都放在心里不说出来，这就是我的弱点。骑得那么快，要是万一在半路上我的稿子飞了，我哭都来不及。哦，还是我自己送吧。嗯，安不当居呀，稳当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整天待在家里？啊？哦，哎，我这几天休假。好，好。高婶妈妈，中午我不回来吃饭了，跟几个老朋友聚一聚。啊。哎，妈，你出去啊？来来来，帮我把这个扣子扣一下。哦，你今天要去当介绍人啊？对呀，今天是好日子啊，有3家 哎，妈，我用摩托车带你去啊。你要用摩托车带我去啊？哎，一个地方在苗栗，两个地方在桃园，你要带我去啊？那就算了，免得这风太大，把你这个美丽的头发给吹乱了。你这个心哪点啊？讲话拢安尼啦。这真的很美丽吗？哎呀，美呀，好看呐！对呀，要不是因为我美丽啊，你爸爸当年怎么会追我呢？哎，你爸爸就是看到我很美丽才追我的。哦，你想想看呐，我才小学毕业，字又写得不好，你爸爸凭什么娶我？嗯，就是因为我漂亮啊！我走了，跟你爸爸讲哦，我要晚上很晚才回来。好好好，拜拜。干嘛每天凶巴巴的？你当心你这个样子，嫁不出去没人要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哎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想想看嘛，这哪个男人会喜欢这个又凶悍又没学问，又爱哭的女孩啊？你在说谁啊？你看，说着说着你就来了。这女孩子哭的时候啊，这个脸会扭曲变形，而且。很容易长皱纹，很难看，很难看的。你知不知道这男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哦，男孩子都喜欢这个聪明活泼型，
啊，像依依那种的，要不然就喜欢成熟妩媚型，哎，像彩玲啊，哎，我大哥啊就喜欢那型哦。大喜欢彩玲姐。嗯。啊，那我呢？啊，你，我大哥好像没有提过你。哦，有一次他提过你。他说我什么？哎，他说你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。你一定要讲，我要听。要讲？嗯。先讲好，不准哭。嗯，我大哥说你应该是那种乡下很会生小孩那种女人，不应该来台北，这地方不适合你。嗯。啊，真的这样说我啊？嗯。他还叫我不要告诉你，说你会杀他。我，别哭嘛，你也别急着回南部，哎，再等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能吃喜酒了。是我大哥跟彩玲的。他们准备要结婚了。哦，差不多了吧。哎，没好。今天总算没白过，大哥干了件事儿。大哥，待会就让我牵手。为什么？给我办喜鹊的大麻烦了。哼，走了，乱吧，你是个无业游民，自己的麻烦都摆不平了。我才不急着找工作嘞，休息啊，是个人走更远的路。替我摆平什么麻烦？你说说看，那真的值钱啊！我让你三球都不值。哎呀，就是昨天你要我接手这件事啊，没好。是啊，我今天。依依，大辉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叫来找你回去。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美好不见了，他走了啦。啊？大哥，美好不见了。美好不见了。美好他会跑到哪儿去呢？我想他一定是回南部去了。没有啦，刚才五分钟前我还假装是他同学打电话到他家去问，他家里面人说他人在台北，而且还把这个电话留给了我。这可不能让他家里人知道啊，这会急死人的。他怎么会突然间不声不响的就这么走了呢？我就是纳闷这一点呢。哎，老小啊，今天上午你不是在家吗？你有没有看到美好出去啊？哎，家秀，早上在打球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要告诉我美好他怎么了？你问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嗯，你一定知道，要不然你的表情不会那么奇怪。说，嗯，哎，说就说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只是跟美好说，他配不上大哥，大哥跟彩玲要结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天哪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这样会伤美好的心啊！胡扯，你哪有这种事情？你怎么这样讲啊你？原来美好他对嘉欣，我不知道。家秀啊，人家美好是一个女孩子，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？就是嘛，你，哎，你们都怪我，美好不见了，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了。哎，现在不是责任的问题吗？我们担心的是美好的安全，万一美好要出了什么事情，谁负责任都没有用啊。他还不是学你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现在吵有什么用呢？赶快想办法找人呢。希望你是美好。美好。妈。好友今天去喝喜酒实在太开心了，每一个人都在说好，说我比新娘的妈妈还要漂亮，很不好意思，那这个带回来给你们吃的啊。阿妹啊，你清醒一下吧，家里出了事了。家里会有什么数？你
哎呀，美好不见了。嗯，美好不见了。嗯，在哪里发生的呀？在家里的发生的。在家里发生的呀？在家里怎么会发生的？怎么会不见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阿妹，拜托你清醒一下吧。嗯，一定是美好。美好。